嗯，照收啊！人數嗰度，一個一個，其他冇喐，一個一個有節奏。慢慢行，慢慢行，係。得，得啦。搞掂。啊，叔公犀利啦！叔公。嗯。叔
送翻翻嚟啦，口罩仔啦，竟然系啊，口罩叔。OK， 小心，真功厉害，慢一点啊，我说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是，那边很摇，慢一点啊，很摇的啊，烂的你不要踩，对，是是是，慢的不要，我们呢一年要去两次啊，春秋嘛，春天秋天啊。你搞定佢啦，应该得先。呢个向西啊，系喎，而家呢边呢边过嚟东啊。佢而家日落向依邊嘛，係嘛？東嗰邊北邊啊嘛，啊，包括你嗰個門啊，佢都係得得地嘅。係啊，啊，你係做咩事孫喎？係，你搞佢一陣我哋。O K。哎呀，我掟一貼俾你，邊個男仔？唞氣，你快啲啊！你好男仔啊，你睇。狗仔隊，狗仔隊，有筆。再来拜祭你啦！千里迢迢啊，要保佑他们啦！这里，我四号参加这个论坛嘛，烧了就发给人家，这个意思，对对对。哎呀，给多一点钱给他，他给一张给我们就够了，200万。哈哈哈哈哈！所有好人拜大娘，咁样先生，系，你咁样咧，供佢有经验咧。我来好吗？哎，怀叔，我来大你大侠哦。闪的。哎，我的亮了，你亮了，差不多。我填了就会黄啊，变黄。嗨嗨。哦，这样。OK。哦，这样。是啊是啊。敬安。希望我的子子孙孙同你争啖气。学费啊！
对，每人拿一两只。然后你自己插上去就行了。来，一只一只来插着。让我来拍。等一下，等大家一起把这些果的酒先放上去先。啊，好。喝的也是精酿啊。阿公，诶，子孙翻嚟拜你啊！我都系第一次翻嚟啫。我哋第四代嚟拜咧。插在这里啊，这里也可以的啊。这三爷边个？长富，三头九，外交官嚟噶，外交部嗰啲咪同事，你摆得，嗯，系我哋叔公嚟前边摆咯，我哋嘅前，大家一齐嚟啊，系，等等，阿叔公你先，你先。啊，一起来啊！是大家都吃饭啊！好，好。好，你请咩？你，打唔俾啦。就打唔俾。我唔知人唔俾讲。系，阿爷，你嘅酒嚟噶。我先。三个吗？哦，我要把工资给你。等等。嗯。五百点。嗯？要白呀？来。就是这样。你呀。县博物馆，我们博物馆呢是2007年12月份动工，2008年10月份的主体工程呢就完工了。建筑面积呢是5800平方米。今天是采访呢位于财阳镇，建于明朝，迄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是当时财阳四子窑是用花岗石做成的，正面呢就刻着夫子金字，背面呢刻着四门石碑。为什么称为？我们博物馆呢总共有12个展厅，那现在呢我们就到第一展示千年古艺展示参观。大埔呢被评为是最美的小城之一，也是客家世界的小城。没有点干过，济南没。假装。祖籍呢是丰顺的，这个是仿制的，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早呢是从山西宁夏那边迁过来的，到第三次南迁就是北宋末年的时候呢，历史上的壮举。而我们大埔县名的由来呢，也是经过三次改名得来的。最早呢是东晋179年改一朝为万川，直至明嘉靖5年才以饶平县大埔村治县，直称大埔。数字石碑是有规制的，它根据它底座的多边形呢，来分方位的大小。四边形呢就是秀才，六边形呢举人，八边形呢就进士或四品方位以上的。我们这样的四塾呢，以财阳和柏侯这两个地方为多。而这里呢，就是。
是百合的一幅三叹院，这一幅三叹院Yeah.